属灵心汤之信心与行为。虚浮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雅各书二章二十节。所谓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很多事情表面看起来是那么的简单，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在背后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与汗水。门徒的信仰生活也是一样，我们要过着神喜悦有见证的信仰生活，就需要天天与这属世的恶魔战争。信心与行为也是这样，虽然我们看起来是那么的软弱无力，但是依靠着坚定的信心和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，就凡事都能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站起来奋斗吧，不要再把信仰挂在口中，更要以行为见证我们的神是个改变生命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赐给我信心，让我不只在口舌上见证你，更要在我的生命中散发出你的光和热，把你的爱传扬出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